矿坑是我的。我的血会战胜废物的矿坑，滚开！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，矿坑，滚开！这就叫废物利用。他的统治到此为止，这是血腥鬼的坑，滚开！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结束了，你赢了。就叫废物利用。全都补好了，火焰与鲜血，主人，这给你先热。人充满尊严，影响荣耀。生命中的小确幸。我们就是浪潮。救我！
这样吧。 这就叫废物利用，意料之中。 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，强盛落败是自然的道理。 Ooh.
这艘船没有克服不了的海浪。就是海底，就是最棒的宝藏。这叫废物利用。
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全都补好了。这叫废物利用。